这里来了个星象，今天来看他们开箱。来拜观音，是没得到进入寺庙，可以在外面上香而已。这个活螃蟹值不值得买？可以捡我出来吗？我就不要。一斤哦，一斤几块？斤六斤啊？几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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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螃蟹买回来，先给它洗澡。哎呦，小猪哟！哎呦！这边就是那个餐厅，今天没有开哦。